俗歌说电影，包你能听懂。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喜剧片《买凶拍人》。影片一开场，职业杀手辉哥受龙套叔的指派，把炮灰叔给干掉了。完事之后，辉哥去找龙套叔要尾款。此时的龙套叔已经破产了，兜里是蹦子没有。龙套叔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你干脆弄死我得了。”辉哥说：“大哥，你这么不讲诚信，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混呢？”龙套叔说：“我今天请你来啊，就是希望你能把我给干掉，这样我老婆孩子就能拿到保险金了。你就当积德行善，赏我一颗子弹。”辉哥说：“你自杀不就行了吗？”龙套叔说：“自杀人家保险公司不赔啊，举手之劳的事儿你就行行好。”辉哥说：“那不行，赔本的买卖我可不干。”龙套叔一看辉哥不答应，只好装作失足坠落跳楼。辉哥虽然是一位冷酷的职业杀手，但对老婆玲玲非常的疼爱。玲玲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，她知道老公整天在外面杀人非常的辛苦，因此经常会给辉哥一些小惊喜，这让辉哥感觉非常的温暖。辉哥说：“最近生意不太好，平时花钱最好节制一下。”玲玲说：“你不能总等着客户上门，你得主动出去联系。”辉哥一听觉得老婆的话还是有道理，于是便挨个跟过去的老客户联系。可无奈此时正是杀人的淡季，辉哥打了一圈的电话也没拉到一笔生意。转过天，辉哥接到了马太太的电话，马太太让辉哥去干掉一个跟自己有一夜情的渣男哥。马太太说：“这孙子不仅占了我的便宜，还拍了视频给别人看，你说混蛋不混蛋？你这次不仅要干掉他，还得拍下杀他的整个过程，这样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”辉哥说：“杀人没问题，可拍视频我不专业。”马太太说：“你要是不干，我就找别人干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本来生意就不好，辉哥怎么能让煮熟的鸭子再飞了？于是他买了台摄像机，开始在家里演练怎么边杀人边拍着视频。转过天，辉哥扛着摄像机去杀渣男哥，不过他没想到渣男哥早有防备了。虽然辉哥最终干掉了渣男哥，但迫于当时的形势，辉哥的杀人过程拍摄的并不理想，这让马太太非常的不满意。马太太说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烂口华给我干掉，我每年得杀一二百人，你这次要是表现得好，以后的活全交给你去干。”辉哥经过深思熟虑，认为要想拍出高质量的视频，就必须找一个搭档。由于拍摄内容的特殊性，因此辉哥认为这个人不能太聪明，而且最好能有把柄抓在自己的手里，这样可以避免今后搭档把自己给出卖。不过能符合这么多条件的人可不好找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为了生计第一次贩卖大麻的小明进入了他的视线。辉哥先是谎称要干掉小明，迅速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，然后来到了小明家。原来这个小明居然是纽约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，偶像是马丁斯科塞斯。回到香港之后，这哥们儿一直当副导演，整天像条狗似的被导演和监制呼来唤去，根本就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。小明在剧组里喜欢上了日本女演员美智子，他发誓今后自己当了导演，一定要为美智子写一个日文的剧本。由于剧组长期拖欠小明的薪水，他只好去向监制眼镜哥要钱。眼镜哥给了小明一包大麻，说金三角今年欠收啊，现在货源紧缺，你手里有一包这玩意儿，就是铜锣湾最靓仔。对辉哥来说，小明这个有水平、有电影梦想又不得志的电影人太适合他。最后在辉哥的威逼利诱之下，吃瓜的小明答应跟辉哥合作。小明说：“让我当导演可以，但拍摄的主导权一定要在我手里。”辉哥说：“全都你说了算，你只要给我拍清楚就行。”转过天，辉哥带着小明来到了贩卖盗版光碟的烂口华的公司。辉哥上去就把烂口华撂翻在地了。小明可不知道是真杀人，一直在研究角度、光线和演员的走位。当小明发现烂口华真的交了饭票了，当时就吓尿。可事已至此，小明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本着对艺术负责的态度，他熬了个通宵，终于把片子给剪了出来。要说小明不愧是导演系毕业的，视频虽然很短，但有开场、有进展，还有高潮和尾声。马太太和几个闺蜜看完视频之后都表示非常的满意。为了能让小明跟自己长期合作，辉哥带着小明来到了自己家。巧的是，辉哥的丈母娘和老丈人刚好来家里吃饭。辉哥的岳父岳母那可是一对千古奇葩。岳母跟一牌友打牌，因为对方赢了他的钱，因此他就想让辉哥把那个牌友给干掉。老丈人更过分了，因为在外面找了小三儿，于是就想让辉哥把他老婆给干掉。辉哥说：“那毕竟是我丈母娘，我下不去手啊。”老丈人说：“你们杀手不都是没有人性吗？你赶快想办法帮我搞定。”小明一看辉哥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啊，也不比自己强多少，哥俩是对酒当歌，把掏心窝子话都说了。打这儿起，辉哥和小明开始了正式的合作。辉哥负责杀人，小明负责拍摄。为了提高视频的艺术质量，有时候还会提前设计一些镜头，包括辉哥和被害人的走位、灯光的明暗对比、画面的构图等等。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，
由于配合默契，一段时间下来，哥俩的生意是越来越好，基本上占领了当地杀手市场 80% 的份额。杀手阿雪和阿达最近比较闹心，本来生意就不好，手上的那几个老客户又被辉哥和小明抢走，哥俩为了留住客户，不仅打出了8折的优惠价，而且满30次还能免费赠送一次。黑帮老大蒋先生被叛徒大熊出卖，很快就歇了菜了，他的手下彪哥、逼哥和嘎地脚都想当老大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大家经过商量决定，谁先把大熊干掉谁就当老大。不过这个大熊可不好对付，江湖人称双枪熊啊，百发百中，800里之外能一枪要了人的命。他那位顶着一头白毛的女朋友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表面上看着人畜无害，其实却是一个辣手摧狗的小能手，什么西施泰迪、约克夏、比特、杜宾、罗威纳他全都能拿下。大逼哥这个人十分狡猾，他知道双枪熊不好对付，于是便怂恿彪哥去干掉双枪熊，而他则等着两败俱伤，到时候捡现成了。彪哥虽然想当老大，可他也知道双枪熊的厉害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出高价雇佣辉哥去杀双枪熊。彪哥说钱不是问题，但你在杀双枪熊之前必须先说一句话，红星彪哥叫我来杀你，后天是双枪熊的生日，他和他的女朋友会在沙田设宴，到时候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领盒饭。辉哥说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太危险，不如等他吃饱之后在停车场下手。彪哥说那不行，我答应过兄弟们必须要在他吃饭的时候把他给干掉。你们哥俩放心啊，只要是我当了老大，以后我们这边杀人的活全都交给你们干。三个人正聊着呢，彪哥的手下带着美智子进来。原来美智子跟监制眼镜哥签了卖身契，而眼镜哥因为欠彪哥的钱还不上，因此就拿美智子顶着。小明为了替美智子赎身，把彪哥给的酬金又还给了彪哥。晚上小明把美智子带回了自己家，一夜无话。转过天，双枪熊在沙田摆下宴席庆祝自己的生日。让辉哥没想到的是，还没等他出手，红星的咖喱角居然雇佣杀手阿雪先下手为强，把双枪熊和他女朋友干掉了。这样一来，搞得辉哥非常的被动，因为他没办法在杀人之前说出那句是红星彪哥叫我来杀你的话，这句话是杀人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，没有这句话整个行动一钱不值。为了圆满完成任务，小明请来替身演员准备进行补拍。要说这位替身演员长得跟双枪熊那简直就是双胞胎。双枪熊有了，小明又请美智子扮演双枪熊的女朋友。闻讯赶来的彪哥和监制眼镜哥经过商量，决定这一枪让彪哥亲自来开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辉哥居然把空包弹换成了真子弹。彪哥这边刚把扮演双枪熊的演员给毙了，警察们就闻讯而来了。影片的最后，倒霉的彪哥被警察给活捉了，而辉哥和小明则装成送外卖的躲过了一劫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惊。此片真的很不错，处处充满小幽默，题材新颖不落俗，情节巧妙有特色。